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视频就是《死亡回归》对比测试 Steam Deck 与6800的真实表现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进入游戏，看一下设置。本期视频就做这里，大家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就是我新视频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。